可以跟我说一下廖阿花女士是哪一位吗？哇，你看好朋友好多、哦。那廖阿花女士她在这个部落里面她的为人处事怎么样？有没有人来一个可以当代表先讲一下？他们换的市长。很高兴廖阿花这次当选这个模范母亲。也感谢市公所给她这个对我们部落很光荣的一件事情。廖花在我们部落应该算是鸡婆型的啦，什么都爱管啊，如果需要他帮忙他就很乐意很乐意，绝不容辞。就像我们这个活动中心虽然没有主人，他也是地下主人，在管理扫地什么东西都是他在管理。在教导小孩子方面，小孩子都蛮有成就的，我们都对他真的很敬佩，也很高兴这次他能够选上这个模范母亲。很爱唱歌吗？他是哈、哦，对啊，会带动跳舞唱歌都是他，好棒的一个妈妈，儿子女儿又孝顺，谢谢你的爱。